现在能打李元炮的大国实在是太幸福了，你是真的能靠玩游戏轻轻松松挣钱，像别的工作室大国服打手撑死了一个月6000到10000，但你要是玩李元芳的话，我这边保底就给你10000。如果你还能再打一些其他的大国，那么好，这个保底将变成15000。而且我们这边工作室的环境也非常 OK， 别人是上下铺，我们直接给你一个单间。对了，我们也缺一个国服中路，一点在广东菏泽这边，别的工作室待遇也是一样不差的给你。目前我们只招2位，所以感兴趣的速来。